每一個人都需要第三個空間。第三個空間咧係講緊一啲 community space。對於我嚟講咧，灣仔好多衝突嘅地方嘅。灣仔嘅人咧揾到自己嘅生活方式，冇理由要存在埋一齊，但係佢哋又可以生活到好舒服嘅。Chico 是我以前曾經養過的一隻愛情鳥，它很小時候就過了身，而我就將它埋了在灣仔的一個公園裡面。就算它起了棟新的大廈也好，起了個公園也好，可能我回去的時候我所記得的都是以前的狀態。這批小鳥其實我畫了成大概十年到啦，佢始終做咗咁耐咧，咁佢變成咧包含咗某啲意思喺入邊嘅。佢唔係講緊我呈現咗啲咩出嚟，反而係我冇呈現到出嚟嘅嘢先係重要的。